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老师让大家自由选座位，我坐在了第一排。本来我想随便拉一个女同学，结果校草来了。校草看到我坐在第一排，就指着我旁边的座位说，这是我的座位，谁也不许抢。我拉着的女同学被吓住了，乖乖的给校草让座。老师看到了，说，儿子你矜持点，别吓着儿媳妇。校长看见了，说，女儿，以后学习上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你婆婆。